Hello， 芒果 TV 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磊。非常忐忑，非常紧张。作为颁奖嘉宾的话，一般都是身份、年龄都非常有分量的人。尽管我今天梳了一个跟何老师一样成熟的发型，但是依然掩盖不住我才17岁的事实。开心啊，开心啊！哎，吴磊，我们两个加一起一共是36岁。如果时间允许的话，会的。还没有想好，我觉得能跟他一起拍戏一定很开心的。我还不知道呢，全部就听对苏月月的指示。他不用我说都已经很好了，我已经没不知道该怎么祝福他了。感受的话就是能从一路走来能跟这么多这么好的大哥哥大姐姐一起合作，我觉得特别荣幸。然后我的黄毛衣也很结实，黄毛衣也很结实。演员不能说不吧，我觉得演员是不能说不的。然后对于角色来说，没演过的和没演过的我都可以接受。